OK， 兄弟们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们继续来看一下雪山，对吧？男农女农，对吧？算农工的一个比赛啊，对吧？撵个农字啊，我靠，撵个农字，农工，对吧？第一女农，第一男农，第一回合不墨甲直接顶球，虎镇一把极限大克，好吧？女儿带翻寸，对吧？盘丝洞被踢出出队伍了，没有团队精神，盘丝洞被踢出出队伍了，带来一个女儿村翻寸，一速在手进不到。对面的话也是一个木木地，对吧？雪山的福赞花果带来一群小老弟在这边，花果配神木嘛，我们来看一下天宫配武装，好吧？观战番的话有一个风息一二速，因为为什么说是风息一二速呢？因为武装怪把对面，对吧？二速封了，这边不就是一个风息一二速了吗 ？OK， 这边的话只要我跟你说，这个翻寸不应该要分身的，应该要起塔的，我跟你说，花生起塔很正确。我跟你说，只要罗汉控得住 ，OK， 对面的话很怂，对吧？四个单位全部起塔，准备要接罗汉了。群鸟，我操妈，3000多，这大克，这秒豆腐渣，我靠，兄弟们，这大克就是秒豆腐啊！我靠，一回合下回就要笑了。我跟你说，花果山开场没有用过愤怒的，花果化身都起塔，被群鸟了，眼拳愤怒是肯定要够的。我跟你说，看一下这把罗汉谁接。就观战番这个虎镇大克啊，我们来看一下比赛，打了22回合，就肯定是罗汉没接好，对吧？你看罗汉接好的话，就肯定打不了22回合的。OK， 这边笑，后面两个分都是够的。OK， 狂笑，我跟你说，狂笑真的，对吧？疯狂笑。OK， 看一下花果山会不会接罗，花果山没有被笑过。OK， 花果山没有接罗，那这一回取秒，下一回花果山是肯定够的，我跟你说。女儿村有塔 ，OK， 群秒，你看这三 ，boom， 我这真的不知道要笑谁了，你知道吗？这恨不得一把笑里藏刀笑三个人。OK， 这边的话我跟你说，花果山是肯定够的，我跟你说，化身刚刚被笑过，花果山是肯定够的，好吧？花果武装一定够，真的，就这两个兄弟是一定够的，旁边化身不一定，这个兄弟的话也不好说，就花果是100%。会够的，我们来看一下女儿村要笑谁，肯定要笑，不能疯。看一下女儿村笑的谁啊？女儿笑他 ，OK， 女儿村疯了，那这把罗汉出来了，罗汉金钟 ，OK， 对面好像对面出宝宝了，那花果山要接罗了，兄弟，花果山接罗了，罗，花果山接罗，哇、哦，笑了花果山，那行，那下一回武装冠，如果说 OK， 你看。你这个化身，你上一把效果，这把愤怒又够了，为什么会够呢？法爆爆的太猛了，你知道吗 ？OK， 那下一把花果山跟这个天宫愤怒都够啊，脚下面有塔，然后的话，花果山天宫武装官应该都够了，脚下面有塔，应该顶塔秒2000多，对吧？肯定够的，我跟你说，这愤怒加的太快了，我操！愤怒制造机。OK， 对面的话神木林也不简单啊，对吧？群秒伤害也高了呀，观战番对吧？女儿村应该够，脚下有塔应该够了，可以接一把罗汉了。OK， 第四回合对吧？对面接出罗汉之后的话，这边没有冲过对面，应该叫对吧？要缓缓节奏了，应该感觉得缓，给稍微的缓一缓了。OK， 直接清风万月，得缓一缓节奏了。得两个农工出宝宝了，应该这一回合不会群秒，得出宝宝对吧？出限定激发，两个泄密，我操的，哇，这农工真的就酸农工，就这个农工啊，我跟你说，他这个队伍啊，他现在这个队伍啊，翻寸换武装更猛啊，你知道吗？他女儿村配武装冠对吧？武装冠能加真阳令旗，就有的时候啊，你这个队伍真的你有的时候你笑啊，你真的没那么多愤怒笑，武装冠的套的话就是可以对吧？套特技嘛。你套的话就等于说有的时候会节约愤怒嘛。 OK， 对面提前接了一把罗汉，我跟你说愤怒加的太快了，对吧？女儿加武装是比较舒服的。第八回合的话武装冠还能够加真言灵旗，对吧？女儿村一速在手心不抖，加武装冠对吧？化身的话也可以，带化身也可以，带普陀也行，对吧？带普陀的话防御加高一些，带因为普陀有灵动嘛，带普陀的话防御就可以加高一点，带化身的话对吧，化身可以吸收小死丸啊，叠活血啊，
就繁育可以稍微加低一些。死了之后的话，因为带现在带地府的队伍特别少，死了之后拉起来化身一把活血就满了嘛。就带化身的话，魔力可以加多一点；带普的话，魔力加少一点嘛。因为普陀恢复能力没有那么强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对面啊，现在罗汉控不过来了，你知道吗？武将官直接给自己起天地，罗汉控不过来了，你知道吗？脚下的都有塔，不好控的。这两个农工太猛了。OK， 仙灵激发，两把仙灵激发，里面单头金宝宝，宝又神又，怎么亏成狗 ？OK， 群秒顶着罗汉仙灵激发群秒2600秒6000，我操，这宝宝刚刚出来的没了，兄弟，我靠，秒六千卷四千，我操，化身要守宝宝了，这个宝宝要按繁育了，我跟你说，对吧？这个宝宝按繁育或者拿壁垒去贴，仙灵激发，对面能降低观战方的一个伤害，只能。新仙灵激发，这两个壁垒根本没有用的，壁垒贴宝宝，宝宝，这个宝宝是肯定要按繁育的，化身活一把，对吧？清这两个宝宝就行了，对面清这两个宝宝就行了。OK， 水清，哎，这个操作啊，他水清宝宝让宝宝加仙灵激发，这个、操作感觉，这宝宝都要翘了，哥们，对不对？你不一把活血把这个宝宝给活了吗？我给他加仙力，这边女儿村没有封对面啊，导致苦头队的农工被封。我跟你说，现在带农工的话，一定要带两个农工，一个农工是没有用的，一个农工基本上是去送愤怒的，只有两个农工秒起来才痛，你知道吧？农战雨野还有一回合，女儿村关键时候就自动，我靠，宝宝没有出，这化身应该要活女儿村了，应该，对吧？活女儿。人心才三成啊，就刚刚那一把化身用水星了，如果没有用水星的话，这一把应该能够活到这么多，活到五分之三应该差不多，五分之三五分之四，就刚那一把水星解宝我是没有看懂，真的。 OK， 球没了，继续起球，这个是要消耗这个金色大羽毛的农工的化身技能。 OK， 再起球一个球的话八回合，跟那个起牛镜差不多，只是说要消耗一个羽毛，对吧？化身宝宝宝就行了，这个宝宝去贴一下，对吧 ？OK， 观战番的话就一把没有封啊，一步戳步步戳，对吧？导致两个农工出不了手，对面的话肯定要先从小孩下手了。对面这个化身推血也推得猛啊，一把推2000，我操 ！OK， 观战番换套路了，现在对吧？突破女娃村下女娃了。OK， 下女儿还差一丢丢，差个1000多。我觉得还是下宝宝比较好，先下两个仙力激发，这样下女儿好亏啊！女儿村一把轻轻看风，花生一把活血把女儿村活满，两个仙力激发一秒，对面没罗汉没了呀，没局了呀！这个时候啊，对吧？翻寸。要笑里藏刀，老风人，风人是没有意义的，因为女儿村他这一把女儿村已经金金了，金金是看风的，对面也风不中，对不对？你也没必要风他，你就笑他就行了。OK， 对面又接罗了，把能出罗，这个观战番就很难受了呀，对吧？对面花果山左飞机还行啊，伤害没有那么高，飞机就能缓得过来，这两个农工顶球也不怕罗汉了，你看这秒的妈塞，两千，你看这秒的，真的这秒，宝宝有罗汉秒4700，没罗汉他妈群秒差不多得10000多了，我靠，猛是真的猛，真的，对不对？这女儿村可以出宝宝呀，对吧？可以封啊，女儿村封对面的天宫啊，这边的话活女儿村啊，这不就行了吗？直接。天宫驱魔，对不对？那下回女儿村封这个呀，翻寸封天宫啊。OK， 活满了，下回女儿村要笑了，女儿村出不了宝宝，我跟你说，不出宝宝，对面又要接罗了，我感觉对面会提前接罗汉了。看一下怎么选择，群鸟。那女儿可以去封旁边这个人啊，那翻寸去封天宫啊。封武装冠也可以，但是翻寸速度慢，那女儿村还得封这个人，翻寸的话得把这个人丢个无魂也可以，
翻寸风二处丢无魂也行啊。我们来看一下是怎么操作。女儿村头顶带花一定能中，我跟你说，女儿村出的宝宝没有风，你看等一下花生走进去，那这一波可以，那不亏，能出手，那下一波是肯定要笑了，我跟你说。这个兄弟丢过愤怒不用笑，其他的单位都要笑了。这个兄弟犯过，什么都不用想了，女儿笑一速，女儿春笑一速，翻寸三笑化身就可以了，什么都不用管了，真的，对吧？化身有能力的话，后面这两个兄弟再笑一个就可以了。又没笑，真的又没笑，真的又要接罗了，你看真的菜的要死，我跟你说真的，这疯人是真的看不懂。这明显的医术有罗汉，这个兄弟对不对？刚刚犯过罗汉，脚下面没塔，起不了这么快的，对不对？你刚刚这一把女儿村把对面的医术给笑了，这把 PK 就有了，对吧？笑完他，对吧？农工一群秒，这个兄弟才有愤怒，笑完他再笑他，化身笑化身就行了。就没了呀。 OK， 就这把 PK 啊，就如果说观战番能赢的话，就真的是这两个农工厉害，完完全全是顶着罗汉秒了，怎么就前面几回合没有接罗汉，就后面完完全全是顶着罗汉秒了这么多回合的，硬顶罗汉硬输出秒了这么多回合。再打16回合啊，对面的话下一回断罗汉化身是肯定够了，脚下有塔，这个兄弟也够了，我跟你说。我们来看一下脚下有塔被这样爆的，我跟你说，看一下观战班下一回怎么笑。 OK， 宝宝神的太好了，我靠，没有神他妈的全没了，一个笑化身，一个笑这个武装怪就行了，对吧？我们来看一下，这个兄弟刚刚接完啊，大哥，上一把就是他接的，你又去笑他，我上一把就是他接的呀，大哥，你怎么可能又去笑他呢？你真的菜，你看这两个逼，这个队伍里面笑罗汉笑不明白，就上一把罗汉就这个兄弟笑的，就出的，就肯定这两个兄弟有大特技嘛，化身脚下有塔被爆了这么多下。就这个兄弟就是上上轮接的罗汉，就肯定是这两个兄弟接的嘛，真的玩个 PK 看愤怒看不明白，真的还没有我厉害呢，我靠。我跟你说要炮哥打这个 PK 啊，你看这个比赛的话是一个22回合，炮哥打 PK 这个 PK 估计17回合对面已经没了，真的最起码炮哥笑罗汉的话，我跟你说最起码得提前5回合没了，我说有一说一，说句心里话，真的。对吧？还好这两个农工厉害，农工是真的强顶罗汉把对面秒崩的，真的。就基本上是强顶着罗汉把对面秒崩的，就除了前面四回合对面没有接罗汉，从头接到尾啊。你
你看现在没有，现你看对面化身刚刚丢完金青，这一把笑里藏刀是真的看不懂，真的，对吧？上回合对吧，一个罗汉一个金青，这一回合你丢笑里了，真的都不知道怎么想的，真的迷迷糊糊的，真的该笑的时候不笑，不笑的时候狂笑，真的迷迷糊糊的。OK， 这边继续启动战，对吧 ？OK， 这边的这个兄弟好像没有毛了，起不了了，就秒的夜梦了呀，虎阵大颗的农工啊，我跟你说，不跟你嘻嘻哈哈。OK， 对面还有两回合，罗汉化身是肯定没有愤怒的，就现在所有的单位都没有愤怒了。除了花果山有愤怒之外，其他的单位都没有愤怒了。化身水星保一个，对吧？这就很明显了，女儿村保一个化身保就可以了。砖头，千年之八十秒。梦幻西游还是农工驼子啊，这样门派玩起来舒服，真的。OK， 下一回段罗汉化身愤怒是肯定不够的，虽然说脚下有塔，就下一把是对面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接罗汉，不用笑，封就行了，安安心心封啊！你妈又笑了，刚刚才笑了又笑了，真的。你不能封他吗，大哥？对吧，你直接封他呀，大哥。对吧，这封他化身这把就死了，舍自己没舍出来，肯定不就算愤怒，算不懂，真的真的算不懂，算不明白。OK， 对面两个天地同时有一个法术免疫，这边没有宫宝宝，下一回应该要出个宫宝宝了。 有个壁垒击破，那你直接对吧，女儿村盘丝给这个壁垒击破加笛子就行了，也不用换宝宝了，对吧？队长出个宝宝，这个是瞬击吗？这也没有瞬击，我跟你说啊，都是这样换宝宝都是耽误时间的，你知道吗？他直接这两回合对吧，两个笛子三个笛子给这个力劈，给这个壁垒加一样猛的，你看这个壁垒加了一把笛子啊，看一下打对面打一万多，看见没有，根本不需要换宝宝的，这边估计是个法宝宝，对面有这个天地同兽，这边换了个虚拟，真的指挥的话很欠缺，两个农工很给力啊，好吧，指挥的话说句心里话稍微差了一点，控愤怒是真的控不明白，你说你们炮哥说的没有错吧，对不对？就炮哥这把解说的话，对不对？预测罗汉点的话没毛病吧，兄弟们。